中非双边经贸额啊，已经去年已经达到了历史性的呀2820亿美元，我们连续15年是非洲的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也是非洲最大的出口目的国。目前在对非的投资存量已经达到了400亿美元，应该讲是彰显了我们中非合作强大的韧性还有活力。中非双边的经贸交流和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引领下充满了活力，成为当前国际发展合作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